knew you'd fit me like a glove the day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way you said my name. I know it sounds crazy, baby, try to understand me, please do. Ooh, ooh, ooh. I knew you'd fit me like a glove the day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pictures in my head. I know it sounds crazy, maybe one day I could share them with you.外面只有2度，好冷啊！早餐我吃的比较简单，这个是一个燕麦，加了一点椰奶。然后这个是我的 Loya Latte， 一个鸡蛋。我今天中午的午饭吃的有一点点晚，我就是吃的普通的空心粉，再加一点点我们的那种熏肉腊肉，然后再加了蘑菇，最后再放上了一点点芝士。我知道这个组合可能听起来会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其实平时我炒的像炒培根，你就可以把培根替换成中国的腊肉或者是香肠，炒出来真的味道没有太多的区别。然后这边呢，分别配的是一杯茶。这个是我刚刚出去买的一点点叶子，我就准备把它插在我的这个酒瓶子里边。你之前不是用这个酒瓶来那个买了那个白葡萄酒来做饭吃吗？所以就可以把它插在这里边。这就是我简简单单的午饭。I was so sad that it made me ill. This boy said that he's sorry, but he doesn't feel like he should have, or at least that's how I thought he should. And since that day, I'm still wishing he would.还有这一点点，我以为我还有橙汁嘞。我今天放的是豆浆，放豆浆确实就没有放椰奶好喝。
I was so mad that it made me cry. The boy I love turned into someone else's guy. So I turned my back and walked until I couldn't see how it feels when he's not with me. So I tears under the sun. I put my hands up in the air, and I'm having fun. 这个是我的晚饭。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天，虽然说我没有录视频，中间来来回回和教授一些沟通，然后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再也没有任何问题的把我的问卷全部弄完了，就可以等着发表。对，这个是才是第一步。因为这前面耽误的时间有点久，因为我的这个论文要和我的教授一起去完成，所以就可能来来回回的时间会比较的久。其实我刚刚还出去一趟，就是因为我会在eBay上卖一些我的书。刚刚有一个人来拿，我就出去把我的书给他了，然后顺便去逛一下超市，买了一点食材，因为我们星期五准备一起看冬奥会开幕式。等我吃完饭过后，我准备要写一下我的那个 bullet journal 的二月份的，因为我昨天没有来得及写，我就把它放在今天去写。好，就这样子。目前昨天到今天都还算效率比较高。OK， 吃饭。今天我吃的是那个新买的那个酸奶，就是 Zoya yogurt， Zoya yogurt， 就是不含牛奶的，不含任何牛奶奶制品的，用豆制品来做的酸奶，是这么翻译的吗？就有点像化了的果冻再加一点点酸奶的那种质地，吃起来可能不是口感的话不是那么的习惯，但是吃久了应该不会，我觉得味道还挺好的。这个杏仁酱加香蕉真的是无敌的最强搭配，我觉得好好吃啊。但是买杏仁酱也一定要买100%的杏仁酱，就是没有糖的那种，不然的话你要闷死。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就来弄一个面膜吧。去买了把这种剪刀。这种就是剪碎发的那种。自己在家里边剪。这个就是当你不小心把可可粉打到过后的案发现场。墙上为什么全是这个可可粉，它非常非常的细，我才发现这边也都还是，然后地上也有，哎。那天我买了一个小的试用的，我就想试一试它的味道。我发现这种
真的很好，就是你可以买回家一个小的，如果试了你喜欢，你再买它的大瓶的。不然的话，每一次咱们买什么果酱啊什么的，它都是那种大罐的，买回家如果你觉得不好吃又浪费了。这果酱一般啊，但是好像比普通的巧克力酱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它加了那个榛果的。For the road all my life, thirsty for adventure all my youth, chasing all my freedoms down Liberty Avenue. And every time I hear, 这是我们的 Lachtisch. Yes. Yeah. Nach einem tollen Essen, wirklich. Vier Füßler statt. Stellt die Füße um.Und wir machen weiter mit drei Runden. Katze, Kuchen. And every time I hear a phrase my mother used to say to me,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I get the feeling I need a little taste of home, home, home. Just a little taste of home. I need a little taste.这是早上的早饭，还是哎，我尝一下这个酸奶好不好吃？嗯，这个酸奶吃起来就像甜品一样。哦，但它回味的时候有一股那种蜂蜜那种味道。把我的烙铃把它给稍微调早一点点。Oh, oh, oh, I need a little taste of看完了，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在七年前的时候，八年前的时候我有看过，好像是七八年前的时候我有看过，当时因为自己年龄和阅历都还没有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挺想睡觉的，好像是上上个月吧，我同学他又重新给我推荐了这本书，
这一边，就是带着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和阅历，包括沉淀过后去看这本书，给我的感受是，就是它能给我的信息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在看视频的你们应该都看过这本书吧，感觉还是很火的一本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都比较推荐大家去阅读一下这本书。其实按照它的名字来说，我更多的不是因为它名字里边所写的我要有一个被讨厌的勇气或者怎么样，更多的是里边他对自己心境的一个剖析。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用的是让我能够更好的看清自己。如果说现在看我视频的有正在备孕的妈妈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看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本育儿宝典。如果你现在是处于生活比较低迷的阶段，那你更应该去看这本书，希望它能够让你走出你的那个低迷的状态，然后换一个角度，站在对立面去看自己，然后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本书的话就是你处境不同，心境不同，你看他的感受是会完全不同的。他的话一定会成为我至少是这5-6年10年一路以来目前我最有共鸣的一本书。中文版本在国内家里边有，因为我在以前7-8年前就已经把它买了，但是当时真的没看懂，而且想睡瞌睡。我先吃饭了，吃完饭，然后今天还有一些事儿没做。还有这个米粉的做法的话，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放在这个视频的前面，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去看一下我的那个 What I Eat in a Week 那种关于一周饮食的视频里边，一定会有这个菜的做法，一定要去看一看，我觉得真的很好吃。So here's my love letter, entrusted to the weather, right across the waves and flow through the clouds, and when it's delivered, do what you want with it.You can't send it back or keep it around. I never stopped dreaming about the sound of the song playing in the background. When the last night was finally spent, I was left with the memory of thatChocolate scent. Ooh, the chocolate scent. So here's my love letter, entrusted to the weather, right across the waves and flow for the clouds. 这是我的数据。Oh my god. 现在12:51了，睡觉吧。一大早上起来就看着这里有个人影，因为他们在干活儿。昨天晚上我做出来的数据我发现有一点问题，然后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出来了。今天的咖啡，然后开始干活吧。待会儿再吃晚饭，待会儿再吃饭。
这就是如果一天不洗碗，我的厨房就是这个样子的。昨天也只吃了一顿，今天现在几点了？我还没吃饭呢。现在17:34了，我还没吃饭呢。然后一堆都还没有洗，待会儿回来还要洗。昨天一直忙太晚了。然后看是去买点吃的，还是直接就在外边吃啦。我不知道吃什么，主要是这地方也没什么可吃的，也是没什么好吃的，主要是。我这几天一直都在忙，都在忙我的数据。我脑瓜真的已经不能用了，这个脑瓜太疼。福来堡真的是一个只要是有太阳它的日落就会非常非常漂亮的城市，也是德国日照出太阳天就是日照最多的城市。
war das letzte, diese Stücke, die wir nach dem Backmärchen gehalten haben. Ja, das ist ja.